迪丽热巴素有吃货之称，不管拍戏还是工作都是零食不断，也让人十分佩服她的身体，不管怎么吃就是不走样，让人羡慕又嫉妒。3月12日，迪丽热巴在微博晒出一组近照为新剧打 call， 照片中她头戴鸭舌帽，身穿羽绒服搭配一条黑裤，简直是全副武装，根本认不出她本人。不过一旦见到美食她就原形毕露，原本是在为新剧打 call， 但她每张照片中不是在寻找食物就是在吃东西的过程，果然是吃货一枚，太可爱了。迪丽热巴拥有天生异域风情的面孔，独特的长相及气质，五官精致，身材高挑，并颇具表演天赋。她那双大且灵动的眼睛，而这也是她最让人一见难忘的地方。之前迪丽热巴作为某品牌亚太区品牌大使亮相该品牌2018秋冬高级女装礼服系列时装秀，当晚迪丽热巴头戴皇冠，以一袭黑色薄纱修身长裙连衣裙惊艳亮相，展现出女王级的优雅气质，身形曼妙，婀娜性感，分外吸睛。